您好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卖家绩效系列视频。观看完这一系列视频后，您应了解到，作为卖家，您有哪些方面的表现将受到评价？如何最好地遵守亚马逊销售政策，避免受到警告？在账户审查或冻结时，卖家可采取的措施？亚马逊高度重视维护顾客对我们的信任。我们对卖家绩效的要求是，要让数百万顾客在亚马逊交易时有购物安全感。如果您不能满足这一要求，可能会导致您的销售权限被撤销。有关最新的具体卖家绩效要求，请查看账户状况视频系列。卖家绩效要求只是我们确保顾客信任亚马逊的方式之一，我们还会通过销售政策确保顾客信任亚马逊。例如，卖家不得提供假冒或欺诈性商品，必须遵守亚马逊销售规则。如果您不遵守这些政策，可能会导致您的销售权限被暂时或永久撤销。在本系列中，我们将介绍一些政策，以及您在面临警告或账户暂停时可采取的措施。